介绍一下我的坐骑，是 Gogoro。吃个晚餐，而且花30颗哦，肚子好饿。吃的杯盘狼藉，再怎么漂亮，哪有能力这么漂亮？下班了，然后今天难得号召同事一起来，就是放松一下。来领导，那大概就是我们主播记者上班的一天。那现在来就是介绍一下我的特别来宾。好的，我们从最年轻的这位妹妹是我们的。专业，比你们这两位讲的都专业呢。刚刚以上啊，就是所有被逼掉或马赛克的片段啊，如果大家想要公开的话，就是这一支影片要破10万点阅，我们就公开好了。还有包括我早上的素颜，好吗？谢谢各位大家，各位网友的支持，谢谢。工作归工作，但还是下班之后还是可以跟同事这样胡闹一下，很开心。记得哦，破10万点阅就公开，不能公开的内容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到家啦！其实这一次的影片呢，我们本来大概制作了10分多钟，后面就是有分享我关于这次 iPhone 12 Pro 2周的使用心得，还有这次影片的一些感想。但是10分多钟的 4K 影片，我们在后制上真的有一点点的难度，就是我们的电脑有点剪不动，然后它转档包括上传都要花很多的时间。但是我们因为要赶每周的更新，所以在这个内容上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么长，所以现在就是大概呢录了我一整天的 vlog 给大家看看。那这次在 HDR 的影片，我们其实还有去拍蛮多外景的，包括像是逆光啊等等，我们效果都蛮喜欢的。那可能关于更多的心得，我们就只能在制作其他的影片给大家。不过因为前一支影片大家在底下留言非常多，希望可以看看 4K 60fps 又开 HDR 的影片格式到底会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记录，然后给大家看看啊。希望大家多多底下在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继续支持我们，锁定我们的影片，我会再跟大家多分享关于这一次可能 iPhone 还有未来很多手机的一些想法。那就帮我们订阅下去，开启小铃铛，那欢迎都在底下留言。那我是玉宇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